就来嘛，这个。一定唔肯嘅咯，突然間下個禮拜應該冇嚟咗啦。OK。很多地方有吗？康乐全部都有吗？这是现做鸡腿啊，全部腊肠啊，花猪啊。要开出来吗？这个。才五块一个，5.5块。我康乐也是有，哪里都有啊。筷子要吗？不用，不用啊。两个吗？两个，好听啊！啊，十一一个5块半。三个亿的东西都。这是猪肉，都是用小火慢慢拌好。啊，老板会吃啊！好，隆重的介绍我的猪，它是来自西班牙的白毛猪。啊，这个你的，这个你的啊。同步。确实用炭烤会比较香，但是会被投诉。啊，因为你用炭烤，很多烟。
跟韭菜羊肉。反正要得搞不成了你看这样
巧克力、花生、草莓、蓝莓或者是焦糖，还有一个拿铁拉。但草莓跟拿铁拉完了啦，今天。
是这个节目，他叫孩子，你们你自己可以分。我爷爷。Thank you.